百万 YouTuber 在大马路，对呀，满满的正能量。买车朋友看朋友送粮，在这边聊。为什么这样？快点干！为什么这样？怎么这样？狗链出问题啊！为什么这样？当坤说的。我妈煮饭了。来准备，五六七八，哒哒哒哒。所以用辛拉面和一个番茄炒蛋，加蚝油鸡翅。哇哦！在吃辛拉面罢了啊，感觉没有创意啊。哇，网红都没有创意哦。常勇，可以方便拿一个矿泉水来给我吗？他的 noise cancelling 很厉害。他是假假标题，他自己 noise cancelling。哇，这水很肮脏。哎，拿到一支给我，常勇。叮叮叮，OK。水，常勇水。清泉妹接地上没有。听不到，还要水，还要水，哦，哇，很屌耶，这个可以，听不到你们讲什么，你们也是一起吃的吗？没有，哎呀，我们有自己的东西，还以为有机会毒死你，好吃的吧？我都可以啊，应该没有差到哪里去了。我妈妈的脸色冰，不好吃，怪我吗？不要怪我。后腰酱油腌一点点红酒 ，OK， 我们腌半个小时就可以了。我是做那个 QC 的，各位 QC， 蛮重要的角色，是的。我爸可以帮忙啊！啊，来，但是下雨累哦。哦，没关系，你休息一下。通常我家里的规则是吗？如果没有负责煮，就负责善后。善后。哇！我突然想到了，是不是很害怕？我觉得常远挑战捡那个蛋要不要？捡蛋 OK 吗？来来来，来什么蛋？我会很多种蛋的嘛。你的蛋。哎，现在这边很冷。开门过来一下。我哥现在不然没有拍我的东西。喂，蛋壳打下去啊！没有啦，该这边掉下去了。别这么凶嘛，人家第一次下厨哎。第一次、哦。我在我这影片我都没下厨而已。快手打蛋。很少发朋友圈嘞，嫁给他你就知道他每天看。必须哦。感谢我。小心啊，小心啊。炒蛋是番茄要八个的，不是我，番茄是虫虫切的啊。啊炒它，炒它很软呐、啊，还有姜也可以哦。做好吗？很开心。哎、欸，我要糖果。是什么糖果呢？香蕉。我要来给辛苦的朋友吃一颗。自己也配自己吗？吃一个你的糖果。自己也配自己。哇，好好吃哦。哇。穿这件衣服，妈又来，是什么呢？爸爸爸爸，了耶！哇，曹勇，你果然是居家好男人。当然了，想嫁给我吗？我宿舍会想嫁给你。干，人家推有你。没有宿舍东西比你难吃。对对对，这个是统统认真。你跟他讲，四号很难吃啊，四号是宿舍。哇，这个麻辣100分。哇，还有。好吃哎，很像啊，在王阿娃，那夸张哎，这是 over 了。没有，你要尝试一下常勇煎的蛋吗？好。哇，很好吃。很好吃。有一道黑肉干的东西。发现一个好的美食，最重要是先取个名字。一大一小，蛋蛋。常勇的一大一小。也可以。很咸味。真的吗？没有见过你喜欢的。通常人家讲，你每次来我背就是白的。好难哦，我脚抽筋了。有点像吗？有，在森林打野战被偷拍。你开始快点，我被偷拍。这个时候我们要教大神兵。衣服穿好来。我做一个好喝的给你。哇，这白开水包装不错。来，真的整口可以这样喝的。可以喝。这个很像我晚上处理的昔日。哇，这是什么表情？阿飞，你看看。真的吗？哇，我竟然是第一个，有点紧张。啊，Approve。好喝吗？酸酸甜甜，没有苦味、哦、很像 coconut milkshake 浓料。真的 ，lemon coconut milkshake。不然要拼两口来的。算了 ，lemon coconut milkshake， 很好喝，真的好喝。最可怕就是这一种，好喝好喝，哥，好喝在哪里？对，很奶耶。就感觉没有什么，可以再来多一杯吗？可以啊，我脸红好了。跟你讲，今天给你的
好喝，真的好喝。哎，这位穿着 set 背的男士，你怎么这么帅气呢？因为我离开前要拿这个。哇，这是什么呢？江小白。你们还要我弄那个肌肉吗？要。我爱哥，鸡腿好了。现在可以吃到陪我亲手煮的鸡腿，真的很嫩哦，而且它味道很有味，真的有点甜的辣，我有点吓到。我是 OK 啊，在这么短的时间可以煮这么好吃，太厉害了。潘州蛋，潘州蛋25分。潘州蛋，潘总统。哇，原来我当家有这样爽的哦。其实这一次你约我们来是要干嘛？纯粹就是聊天。我以为我们是赚钱的，结果是结果那client要放飞机，我要找到勇啊勇哥，勇哥们哦，都是勇哥们要有。哎呀，不好意思啦。哎呀，都是要有业绩。知道常勇出场费多贵吗？人家陪我出场费太贵了，你不是才没有白的那时候我就跟他们讲，我说其实不管这个 client 有没有继续的话呢，他们啊，我们一定会走啊这档节目。那你们要不要来呢？我都特别的欢迎，因为我自己也特别的想要跟我的 team 来这边。理解了，所以我觉得讲真，来了之后我发现整个形式哦，它不是那一种来，真的是很压力或者是很大规格的那种节目。说到电动车会就但我觉得它比较像是一个网。这样你一整天下来有后悔来吗？怎么可能？你没有后悔，为什么嘛？他不用推车，我有后悔，我要推车。你有看过那百万 YouTuber 在大马路，推着车，还没有百万，我们太卡了。相当于有些 YouTuber 是跟我们一起进步了，但是他们飞得比我们快，留下我们两个了。他差20000，我差30000。希望我们到1 million 过后，还会继续创作了。因为每一些 YouTuber 有一个诅咒。1 million 过后就基本上开始慢慢休息了。这么早睡？为什么会这样？你觉得？比如说，不要，你提了 ，OK。刚刚他讲啊，讲。我没有讲啊。讲了，帮你出现了。我就问他为什么呢？他讲，就是你看到没有？我就觉得哇，直接心里话出来。其实常总讲一个现象，认真时好像真的是做 YouTube 这件事情，它有很多原因是成为你的动机。对，可能 hit 到100万也是一个原因之一。当你 hit 到100万之后，你可能会开始 lost， 你觉得我已经 hit 到了，因为下一个目标是千万，几乎不太难了，几乎不可能。因为可能大家之前把这个百万的目标放很硬，其实你要讲我们的目标是百万这件事情，我们没有到说。为了到达它而不择手段，或者是其实当初做 YouTube 我也没想过可以到百万的，这个也不是一个轻松的目的啊。因为百万其实很多哎。对，有100000，有一个够第一个配版，真的蛮。那时候是觉得100万是遥不可及的。哎，可是你知道我一个东西真的很佩服，你真的是很定期上片。没有没有，其实我最近是一个月2个月可能有一次休息。哦，那也很懒的嘛。因为有时候真的太忙啊。他有在开另外一个公司是 Rubber Hut， 是他们两个一起开的。对啊，我不懂哎，我是刚刚就是唧唧巴咯。感觉他是一个怎样的老板？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他就是比较细腻的人，他就是会想要看你到底是不是真的有料，你到底有没有资格。在之后再慢慢熟的时候，我就真的觉得他是很有义气的人。就是个 brother， 我跟你讲，看得出，看得出，他拍胸口的时候跟我们是一样声音。对，我就听得出也看得出。是啦。然后到了最近的时候，我跟你讲起钱的东西，他就突然间讲，你拿多少哇？这公司你的吗？你喜欢拿多少就拿多少。就因为这一点，然后你就觉得，不是，这一点是一个对一个有戒心的人来讲，突然间有一个人原来在你面前是这样开的时候，是会感动的。比如讲裴勇，你之前是不是有介意当分手大的 password 你不知道？以前啊。哇，给我机会。虽然问题不接我身上。以前。老实讲哦。有没有介意？那时候一定会的嘛。哎，你问我，我坦白讲，我觉得当时候是真的是我没有想全吧，就是我没有 feel 到人家今天是不是开心，是不是难过，是不是介意还是生气。他们讲我会看人的脸色。哎，其实我是蛮开心我们过了。你有没有想，你有没有担心我们会完全掉错那个什么？
那时候会。哎，我好奇哦，你们比如说你离开了啊，你们多久过才有再联络？好像一年多后。哦，一年啊，一年。所以我觉得观众朋友就知道，分手后大概一年后才可以继续聊天。哎，朋友，所以跟你分手后，你还可以是朋友？哇，朋友分手后可以是继续做朋友？可以啊，可以啊。其实讲真的，那时候我不是跟苏生分过手嘛，因为可能有些不懂啊。我想要歪美，你是怎样跟苏生在一起 ？OK， 我跟苏生从我们班认识啊，我跟他不同班。我班了一个，他是好像表姐表妹跟我讲，哎，我表妹很漂亮，什么校花女生来着，然后带我去他班，然后叫我看啊，是校花吗？菊花是吗？苏生记这句话记很久，是菊花哎 ，Hello， 以前我很受害啊 ，Sorry 啊，然后直到高三九年，因为我们学校每两年都会办一个运动会， okay. 大家都会很想去选拔选进啦啦队，然后我跟苏生是不同社队嘛，因为五个社队最后还是会有个大表演，所以会认识，所以就跟苏生比较有更 close 的聊天。哎呀，啊，今天就考还是考到了，不小心啊。怎样考啊？以前中学的恋爱不会这么复杂， okay. 基本上你就一直聊天，就从文字还是从你约他去。看电影啊，吃东西啊，就大概 feel 到他对你有好感的。其实也不需要像你讲，就特地有一天就是，哎，我们要不要在一起？其实他自然而然慢慢中学的恋爱是这样。所以你没有告白哦？有告白，但是不需要特地讲，就已经是有把握了，就不是那种。你 confirm 了啊？我不能，我告白了，不容易被他拒绝这样子，十拿九稳。那你可以讲一下苏生跟其他女生不一样的点呢 ？OK， 苏生可能在镜头前面他是比较。给我塑造好像脾气很差这样，然后但是其他私底下他是有点小女人这样感觉，这是大家看不到，你们私底下应该有看过，我也想象不到了，有我有看过。然后他其实真的是个蛮贴心的女生。那你觉得八年是适合结婚的时候吗？我跟苏聊过结婚这个东西，但是就结婚对我们俩就是一张纸的差别罢了。我刚才就是跟你讲，我讲你不可以只是做一张纸的差别，你真的要想办法给他有差别，不然的话哦，你们双胞胎。吓他！可是那天你爸爸讲他的愿望是看你们结婚。哦，那个拍戏的时候，拍戏的时候，真的，我爸爸是很真诚讲哦，真的很真诚哦。恐怖，我爸爸是讲给我听的啦。哎呦，他有点在吹啊，就是暗示宝啊。你有没有看到朋友结婚，你羡慕的感觉？可是还好，他的年龄还好，因为你年龄也没有到太多。大家觉得我们好像该结婚的年龄，但是我们其实还二十六岁吧。是啊，真的，我觉得太年轻，去三十岁结婚都 OK 哦，四十都没有。太年轻了，是哦。比起这个，我更担心我好朋友的另一半，谁的？还有谁？开心。从大家看你到现在，就是你懂吗？你都一直单身，大家应该也是蛮关心。我没有。你有觉得寂寞吗？还好，狂放有。真的没有。你眼神在闪躲哎。没有，有人讲话。你的男朋友是你的初恋，但你是你男朋友初恋。哦，那你希望谁是你的初恋？还是你已经有过初恋了？我在等你分手啊！哦，分手还没搞不讲呀？你不要骗人啊！你不要骗人啊！你不要骗人啊！喂喂，还没整啊！不要乱来！你明显在讲废话。朋友，我发现到你喜欢的都有一个固定的款。请问是什么款呢？这个要有，哎，没有，这个要有，对，可是没有啦，这边哦，这边都是找一个款的，我给他们一个名字，就兔子款，长得像大白兔奶糖，甜甜奶奶的，但是兔子它不是滚的，它是金的，哇，甜甜奶奶金金的。啊，请问有大概是有谁吗？大概像是这个点的吗？来的那个。这个二十到三十的这个年代，我觉得它是一个黄金岁月。这个时候是你最拿定主意的时候，你没有家庭要养，你爸爸妈妈可能还有办法赚钱，可能接下来你父母的年纪有变大，然后你可能刚好遇到另一半，然后你就生了小孩，你的东西还越来越多的时候，你反而就没办法肆无忌惮往前冲，然后可能刚好也在这个时间点遇到了人，对，刚好感情上面也稳定了下来。其实我发现感情上面稳定下来是一个差别很大的东西。你看常勇他不会去再想别的东西了，就是他有宿舍，永远知道说家里有一个人会。你确定他只有宿舍？我蛮确定。还有陪衣哦。我是觉得他总会有一个人会 support 你的。他是一个后盾来的。我们知道说只要你循序渐进，这件事情总会做到。就像我们一年总会到了，你不用急了，现在。你为了要做一件事情，你可以去几准这个东西，它不一定只有二十几岁。是，其实二十几岁的去准，跟三十几岁、跟四十几岁的去准，
其实它都会随着我们的经历而变得更加的有智慧。嗯，所以仪式感很重要嘛，我们讲你不可以让生活磨掉你的这一些热。对，你这个热要保持。坦白讲，我发现你的血性越来越少了。真的？嗯，你已经不再是五年前那种很悍、很血性的彤彤。这件事情它的矛盾点就在于，你比以前你的冲劲少了很多。我不知道你自己有没有 feel 到，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 feel 到你们的老板。因为我看到了他不只是在 YouTube 这一块，他之后在做的生意这块，其实还有很多。那可能是他把资源还是东西分散在另外一边了。我坦白讲，我认识你这样两年，你这两年来其实都有变化，你越来越有了。是不是？是有，是不是？对，我觉得是好事，他比较会关注人的情绪啊。我不懂，因为我真的是情商成熟的比较迟。你把那个概念，所以 我不想承认，但是，你问我的话，我会觉得反正你跟我相反，确实相反。以前的朋友会更像现在的我，就是会让人家一起做。然后现在的培勇是，我知道我你现在做的应该比较准确。认真想啊，其实好像没有，从以前都是一样，你都是比较。对，我看得到你这个常勇会更清楚，是因为。我跟他，我算是前期，你认识是前期的我，他认识是中后期的我。可是常勇认识是我开始自己经营我自己的平台，我自己的公司，我自己的品牌，所以他跟我有时候吵还是会吵的。我觉得我跟他最大的特质是，我们怎样吵的话，就是要吵出来。然后我们都 feel 到，哎，其实大家都是很 care 彼此的，其实那个本质就不会有问题的。OK， 在工作，如果是真的工作，我的自我，我的自我很重，很重，太重了。常乐我也变很多，其实我觉得你跟常乐都变很多。常乐是当初的我，现在两目前我觉得很像。所以你以前比较白目，常乐现在我比较白目呗？你真的比较白目？哎，我没弄过坏你电话哦。可是他常乐现在稍微，可能他也刚好，因为你是他哥哥，他刚好没有到你这么白目，他就是刚好因为看到你长大了。其实常乐是有大智慧的，你看似笨笨，看似。他是有大智慧，这还有智慧。你每次也是这样形容我的屌。不是，因为我觉得可能大家对于他们的认知就是那种，他们很善于用他们的那个所谓的屁孩去掩盖他们内心的。我觉得他们是有观点，他们对人生观，我觉得他们态度是很好的。你会很紧张还是很焦躁成败的这件事情？我觉得还好嘞。我跟你讲，我观察很久，有没？以前我觉得他所谓的 OK 还好，是真的 OK 还好。但你从刚刚那100万就可以知道，他其实是一个不想给自己压力跟给自己承诺的人。但是他还是有。我不想给自己压力，我刚刚我就有点相反，他喜欢给自己压力啊，我不想给自己压力。我明白了，你知道压力的你不会 perform 得很好。对，我也是。他就是需要有目标、有压力，他才会更努力。坦白讲，只要我 plan 我做，他就可以完成。我 plan 我做一个完成。如果我没有给自己很大很大的新的观点或者一些新的压力，我很容易一直不停的在同一个舒适圈。我真的害怕一直做同样的事情，我真的害怕，这是我最大的焦虑。但是那份压力是开心的。本来你们两个有点急，他会给自己一些焦躁的嘞。其实我刚才在想，为什么你们想这样躲？就是我们来了，他就是一个大人在看你们小孩子。是你们可能会很厉害分析你们现在的状况，可是我好像还好，就是我当下就是遇到问题，或者是我觉得有压力不舒服了，我就会想办法解决，然后就很快就没有掉了。所以我很少有沉浸在一个想法里面的感觉。Okay. 我这样跟你跟你讲好了。好啊。如果你网络创作这一块，你要做 content creator 这一块，后面的路还有很远很远，可能我们会开始自我分析、跟自我调试，甚至自我改变，都是比较偏中后时期。前期是冲嘛，那你现在这样冲，对，你现在就冲。你现在不要想这么多。我很好奇，你觉得他最自我的点是因为他执行上面会忽略到你的想法吗？就可能那些我们那时候拍新年歌嘛，那个时候是我负责导。但大家我觉得我是 OK for 大家有意见什么什么，但他的情况比如说是这一幕他觉得可以这样玩，他因为他有时候觉得这样子玩比较喜剧效果，但是有可能有时候我觉得我不想在这边做喜剧效果，因为我想要玩无厘头那之类，我可能 Danny 也这样子哦，他会很送自己的东西啊。OK， 我的出发点是这样子的，我们一般人
我如果今天做一件事情，我希望让这个作品大家一出来是最好的，所以我就没有错啊，我就觉得，可是哦，我刚开始大家相处不愉快的时候，我发现了，如果今天你只是一味的觉得想要做到自己心目中的95分或以上哦，你失去了大家的关系，你失去了大家感情，这个其实很难的，我觉得。所以那时候我很庆幸是他的不满，他之后有跟我讲，然后我就自我反省，因为我所谓的自大，其实讲的绝大部分不是自己，我认真想，为了作品，作品就是我觉得东西好，就像那东西好，但是。你牺牲的东西太多，不好，真的不好。可是其实有一个东西我一直在跟你们学习的是，我觉得你们在做东西，就是做事情的一些想法上面其实是很好的，就是你们的 execution 其实比我们细节很多，这个是我觉得你们厉害的地方。就是我想，或者是你会把一件事情宣传得很好。很多时候讲真的是因为人多，你看到大家盲点，分工合作。我觉得我们会聊啊，做什么要做什么。对对，我觉得至少我们一件事情是处理得很好，你知道什么？我们分工合作，我们不想要去抢这件事情，或者烦这件事情，没有做好的就做好自己的事情。我觉得我个人的一些分享是，我觉得你要把它变成你喜欢想要做的东西，因为不然你去用第二方式，还是一些什么方式闹钟啊，宝宝这些，它不会变成有点像是较久，我觉得会累啊。你要把它变成喜欢，你去用。你喜欢舒服的方式去做这个事情，这个他真的很强，这个你真的厉害。我看他一直拿着手机在拍东西的，只有他做到吧。常宇这个个性真的是与生俱来，还是回到那个，他是天生的奎德，天生的 want to be 奎德。哇，那你的状况跟我的状况有那么多相似的，其实我觉得没有必要刻意一步要变成常宇这样的，长得最舒服，对，舒服很重要，舒服很重要，找自己身上的缺点。让自己高潮起来，让自己舒服，让自己爽。真的，这句话，你找别人缺点，别人爽。对，来找我，我爽。最，我觉得了解自己的对，慢慢摸索，慢慢摸索。大概就是这样。我们想要收档，晚安。好了，我要去。其实我今天只有一个感想吧。什么感想？我觉得那个 off cam 的房间安排不是很好。不是应该要一男一女？是哦，一片通通，很开心。好啦， okay, 认真总结好不好 ？OK， 好，认真总结。今天的 camp 真的是蛮舒服的。是我真的，我认真觉得是我们之前去过每次两次 camp 啊，这个 camp 比那两次都舒服。确实啊，通通这一次，与其讲算是一个慢综艺，它更像是一个长篇的 vlog。对对啊，对长 vlog 啊，聊心的 vlog 啊。是啊，我们就是分享一些。大家的东西，所以如果你们想看更多彤彤跟朋友的分享，有来我的频道，我会努力，来到我拍节目，加油。就是很好奇的，自己在这边，因为现在是8:07。8:07，因为彤姐昨天讲，她今天要早起来做早餐，不能啦。可是现在8:00，我不懂所谓的早起是几点啦、啊。说现在我们去看一下他们睡到如何。你看，这样子看的话，他们是睡得蛮好睡的。OK， 现在是下雨啊，所以我们必须要走先。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看他们几点才睡醒，睡吧。现在下雨哦，不用煮早餐了哦，感恩哦。Hello， 大家早安哦，很开心今天来到这边，然后很早起来可以吃早餐，然后老板们又还没有睡醒，这样我们就可以自由活动喽。自由活动啊，动啊！阿明来开门了，要动啊！是，阿明往上飞。那烤面包一定要有技巧啦，通常我都是烤个2分钟这样啊。2分钟出来的面包，大部分有90%都是黑的了。不要，我吹不下去啊！谢谢。够了。够了，飞上去。它是不会跳上来的，是我们想太多了。这是我们的早餐，有我吃过的面啊，还有我吃过的那个 roti jana， 还有面包。还有一个生手蛋。呀，那这个。你们功夫超高明。
呀。Hello, good morning. 起身啦。你怕什么？我没有啦，我们已经吃完早餐一轮了。那我什么事呢？我们有这种攀比心态的。你们有本事要起来煮早餐的那把点。所以你们。你们呢？你做东西。是我。他们起来死掉了。啊，是不是？找他们来是对的。我觉得我没有要煮早餐。嗯。我可以煮个咖啡，我可以表演个煮咖啡给你看。我给你看看，我这边你看我带有这个是什么的。哇。美女是不是早餐？我刚才要讲，仙女是不用吃饭的。我是大地的精华，天山雪莲啊，宝。早醒啊早醒啊，培庸啊培庸，起身咯起身咯，早晨，早安 ，morning， 好舒服哦，哪里舒服？昨天有腰酸背痛啊？屁股舒服，屁股啊？嗯、哇，培庸厉害啊，巨雕啊，品质保证，不了不了，红起来啊红起来啊，快快来，啊！起来呀！你们食物中毒了！怎么那个老人家没精神啊？你们到底是几点才睡？啊、很激烈啊，昨晚。很激烈。他现在腰很痛，流血。骨蛮翘的，朋友。嗯。摸一下吗？好啊。我也吓到你刚早起来耶，其实。怎么样？哎呀，如果我拍 video， 我也早起啊。走吧，我去刷牙，洗个头，冲个凉，再睡个觉。哎呀，这是什么来的？真好用的。Oh, it's 什么、欸？刷牙要有牙膏，还有。还有手指就好。我来大自然。你的牙刷？精神活。哎、我昨天真的是这样子挤牙膏的。早上起床，满满的正能量。你他偷了两个手表，一下子有100多件在床上，一个最危险的就是他。早上起床，满满的正能量。哇，很久没看到你这个样子哎。What the heck？ 这个能量不一般。抓迷藏。只有我把他们包走。我不是趁人没有在屋子，你知道吗？他们坐在那边。你们要消水肿是不是？黑咖啡，黑咖啡常用。黑咖啡。起床。姐 ，OK， 稳住。让我左右 balance。哇！放正了。现在我要拿吃饭，因为他牙刷要怎样刷牙。哇！那我要舔你妈死啊！哈哈哈！真的。有骨干瓜。是是是。切换模式，刷牙，屁牙，刷牙，屁牙，刷牙，屁牙，还可以刷舌苔。去天还要睡，早上的空气有点不一般啊，它会让人做出一些不理智的事情。这里人好大大，听了，你记住了，你记住了，哇，这个把法呀，是啊。两个女人一个把手，来来来，马来西亚的朋友看朋友冲凉就在这边聊。没有穿。喂！化妆了，你看。他化妆了，走。深呼吸。我跟你讲过没？是。我剔牙还是有啊，你看。哇，真的哎。有吗？有吃到光？有吗？有吗？有没有？没有光，没有光，没有光，没有阳光。难不难你？懂。女神光给他拍嘛！
快点喽！应该是给乔恩。我不信。还有啊，你内衣忘记了。又内衣，你一下又内裤，一下又内衣，讨厌！给我拿衣服，讨厌！哎，人帅就这样啊，一直拿着我的衣服。我们来这个 camp 衣服不见，手表不见。我要多拿掉我们手表。我不用拿。Thank you。这是榴莲树啊！哎，我们在榴莲树下睡觉啊，所以昨天你们飞 drone 差点弄伤马来西亚榴莲树。超可爱的。榴莲来了，喂！太小了，不用，拍照你的蛋蛋，哎呦，真的很香哎，给我拍照，等一下，我拍个照，然后把它标本了。One big one small， 来啦，泡咖啡。哇，哎，你手上那两只好漂亮啊，那是啥呢？左一个右一个的，行吧，然后松手啊，然后松手，你有发现到他讲我拿，他发现的。早上起床，满满的正能量。这个能量太正了。你有那种早上妈咪弄咖啡给我们喝？什么妈咪？婆婆。妈妈妈妈。小米。马斯哥拉来了，你可以快一点吗？千培 ，Costa Rica， 这个是生培，叫 Caramel Popcorn。哇。free gift free gift 啊，上完课有 free gift 啊，没有，做老师隔壁才有 free gift。最前面，我还以为是那个。哦，这个是谁的？哦，是 Jade。走，去吃早餐哟，哪朋友？啊，这个我忘了，这个才是早餐，我的清晨的味道，活力满满。哇，这样多配一起哦。哦，好，这个是很帅耶，应该是 restaurant 的味道。看大家是 Milo， 早上在喝 Milo 啊？对啊。喝什么咖啡？手冲咖啡，喝 Milo。这是什么声音？幸福的声音。哇，好像可以，刚刚好哎。来喝点小孩子喝的东西。No， Milo 是适合全家大小喝。哎呦，不会太多水了？傻了。Milo 放多少的好喝啊？你没有放水，直接这样多好吃。哇，我可以自己先吃哦。我的身体带我走了，我先派给老板吃，让我吃下来就没有那么罪恶感。今天你要吃看吗？公子那位，哥啊，包一包啊，拜拜。哎呦，再吃一打一打。应该会比较痛吧？这个试试看，还好吧？妈妈叫，所以妈妈不给我们打球啊，妈妈叫我们走。好吃。我先看，不要怕嘞，不要怕，我是看不到。请放回上位那场。哦。阿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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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爸。这边我们有三间那个 harness， 先玩了三个先传，然后下去了的人上回来扣下你们的 harness pass 给另外一个人。还好啦，这个。人呢？去哪兒啊？偷窥了还好罢了吗？真开心。像蚂蚁。你们飞之前哦，可以把你们 double check 一次的啦。好。的对。check me check me。Don't make me die die。Don't make me die die and make me tie tie。呀，其实真的是完全有 follow 的 SOP， 因为你站上去之前 lock 着你。我安全了，安全了，真的安全。挺蛮安全的，我不会随便飞下去。OK。有人，有人，有人。有人啊？哇，三个人三边不拢，把你挂挂棒，把你挂挂，把你挂挂啦，挂挂啦，挂啦，拜拜。哇！你来打。可以，我可以玩，可以，我可以玩，我可以玩。可以啊，我可以玩。敲到头啊！我可以玩回去啊。我运气好耶，高丽出问题啊，我下不来啊！啊，不用理他，吊还在那边就好了，我们全部回家。我进来哟，不给抓的呗？哦，是怕我伤到手哇！抓着这个绳子。哦，刚刚是真是 Mr 来的？不是，不是。哦，原来是你搞的货。我做培勇，培勇以为不恐怖。两百可以去了。有陈培勇，快乐。
要打打勾兵了，速战速决，要不然你明天 Mr. Chan are you ready? Yes, Mr. Chan、oh, I say Chan, you say go, Chan Go Chan Ready Chan 现在我们听说有阴谋会把裴勇卡在这个位置，不然小哥哥会把他拉住，所以我现在站在这个位置已经 set 好 cam 了、啊、set cam set cam 来 set cam 露露拿这样子也没那么可怕。哦，哎，真的嘞，星星差很远嘞。露露，赶紧露露，露露啊，爸，脚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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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脚嗯哇喂喂怎么讲喂喂怎么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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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啊哎哎想念我啊为什么这样喂你什么事情啊你啊你卡在中间了好啊你哇感觉我屁股凉凉了这样哎、欸，这个高度你不怕、啊？哎呀，没有啦，这一点算什么？更高了，我来一个。哎呦！哇！哎！哎呦！哎呦！终于到落地了啊！为什么会这样子的啊？就是我们要坐高领，最好是那是特地的，真的真的特地 break 啊，真的可以特地 break， 应该是太大、欸。我以为这个高度你会怕哎、欸。这一点算啥？美好的一天就到此结束了，我们现在要开始浩浩荡荡的收拾心情，回踏上回家的归途。嗯，香，精神呀，精神呀。这两天蛮 OK 的，蛮开心的，就没有压力的把东西拍完了。你知道吗？济南的我可以带着陈培勇跟蔡唐勇出来漫无目的。我第一次跟凯欣一起睡，所以就很开心。然后还有什么？没有啊，没什么感觉。就这样说，因为我们昨天车坏掉的那一 part 是有很压力嘛，我觉得也还好，反正终于自身眷顾。我们正常发挥。正常发挥。其实我们房车旅行也没有坏掉。哇，可是觉得他就很擅长做这种东西，烧钱。但这场没有很烧啦，反正长篇我没有拿演出费，就不烧。我们继续吧。拜拜。因为我一直拍的内容都偏不是生活性的，然后我发现我在做一些生活性的东西会顾虑太多，然后今天同学跟小明就跟我讲玩不了玩不了，然后今天到这边有可能是因为跟大家都很熟啦，尤其是常勇，我跟他拍过一个戏之后对他是有一点点那种 attachment 的，有点入戏太深了，所以今天看到他也是蛮开心的。因为培勇也是因为这一次，尤其昨天萤火会的时候就了解他更多了，就知道这么大牌的 YouTuber 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烦恼啦，就学到很多，希望以此作为借鉴。那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 camping 呢，虽然是没有开业没有钱赚啦，但是我也没有后悔来，讲真的，因为哦，毕竟不是每次都可以见面，我觉得很难得会有一个机会是大家可以坐一个地方吃东西、喝东西、聊各自近年都在忙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东西远远大过于赚钱这件事情。虽然用我两天一夜，蛮多时间啦，但是我相信如果裴勇不介意的话，我怎么可以介意呢？毕竟裴勇价钱比我高。总结就是谢谢彤彤邀请我们来这个啊跟病啦，然后希望下次有钱的时候可以补回来啦。有钱就任性啦，只能这样讲。没有client的赞助哦，依然可以坚持拍。谁可以做到马来西亚陈家彤？那未来如果他还有这么多的钱想要撒在我们身上呢，我是不介意的啦。那 overall 今天就是一个很放松，然后聊聊天啊，就是耍一下废，然后过一下慢生活，不错。Yes。那你昨天跟常勇住在一起，体验如何？哎呀，傻了，又不是第一次。哎呀，他没有我睡不着，我跟你讲。没什么问题。好，谢谢。可能你后面的人会有问题。上车了。不知道该开心还是不开心，为什么呢？影片可能要显示很伤心，但是我心里是开心的，因为要赶快真的可以回家了。
也不是回家，回 office 工作完还要工作。请问这几天你在工作吗？我工作，跟你们聊聊聊一下，累了我。哎呦，讲累的，又不累个打不累。这么大个，走，好开心，我很想念你的，好哟，拜拜大家，拜拜，拜拜，拜，做工作开心吗？你还假假哭，耶，成功了，你还没成功呗，我们回来了，奶奶最后有播那首，所以我带下来，哇，最后还要去华山，还是何止那里，你的 team 借我用一晚。哇！我要搬家的时候我就找你们啦。他嘴角抖动。